下雨天还出来肯定是饿了，来吃糖。哇，好吃的，立起来，肯定很喜欢。哎，他们怎么不避雨啊？哦，原来缠在一起了，要帮一下。啊，解绑了，都放松起来了，看来体力不够啊，来给他们补点能量。哇，他们感动的冒泡了，我真的很欣慰啊，来你们多吃点。啊，可是天空不作美啊，雨越下越大，而是45度角的。啊，没办法，只做了这么一点点，他们都感冒了，来个热水澡。你们看，他们的汗巾全逼出来了，果然多喝热水好呀。鲁迅先生曾说过，好事成双，再来泡10分钟。哇，太舒服了，他们咳都不要了，这怎么办好呢？啊，最适合喂鳄龟了。